欢迎回到新闻现场。一个原本是用来发泄的充气娃娃，突然之间变成了穿着女仆装的女孩，而探索人类世界。结果，她爱上了出租店的男孩，尝到了人类的爱情的甜蜜和苦涩。来看《空气人形》。私は空気人形。心を持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空气人形讲的是一个充气娃娃的故事。这个充气娃娃每天陪伴它的主人一起吃晚餐、洗澡、入眠。但某个雨后的清晨，这个充气娃娃突然有了生命。它爱上了一位录影带店员，奇迹似的故事就此展开。正当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时候，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。这个充气娃娃在爱人面前划破了手腕。泄了气的充气娃娃会变回过去的自己吗？元の人形に戻ってくれんか。お帰り。心なんて持たなければよかった。私は空気人形。原本是中年男子泄欲用的充气娃娃，展开一段感伤又快乐的浪漫爱情。导演释之愈合，希望借此反映出人生中的喜怒哀乐。好，想看这部电影吗？现在有机会，我要出题目。题目就问您的是：这片的女主角是由什么变成的？退影券20张要送给您，时间是1月12号的晚上。通关密码0115，0115，就这部片上档日期，详见中视网站。祝您中奖。